大家听没？啊？又要招领鸟人的那个拖鞋，人字拖，海滩，白色黑底，估计是名男性，可能22岁，兴趣是打 LOL。他拖鞋不见了，女朋友可能也不见了，对。哎，那个船呢？刚那台船呢？那艘船呢？挂了、哦。黄敏学，拿出来借我坐一下。阿 B， 有粉川的阿 B， 我待会要出航了，所以吉他就交给你了。头先转一下哈，不然一出去就会失事哦。今天实在玩得太爽了。难道这里这里的船名叫做爆破者200吗？这是我今年唱过最爽的表演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威康，谢谢嘉义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。